走错了。第一代营造气氛的内容比较多啊。我今天要解的东西太多了，感觉都没什么进度。箭头。你可以看我前几天的那个，原主版本沙腾的 SS 版的真人演出，开场是真人演出的。有一个房间。有一个房间要放雕像，要放宝石。
差点被抓到。最近找红色的，这边还有什么东西？
开了。真假的，没有电了。从对面锁住，小蜜蜂。看一下，还有过场动画。打你的头盔。哦，痛痛痛。走错那边，那个门还打不开，我们走比较快，从庭院过去。
他那个锁，那个锁放在毒气室那里，要找一个东西。毒气室要怎么弄？先去放东西好了。对，我有个散弹枪。要回到一楼去。
调查完了。看一下怎么下去。这开关下去喷毒气啊，是要找什么东西来用？不行。你还死在哪里？可以开门。哦，对啊，开门超浪费时间的。居然有蛇，哼，那个蛇还真大一只，哼哼哼，蛇嘛，有蛇嘛，真是蛇嘛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我的。等一下，再来解处理这边。先，等一下，哦，
先回到一楼哈。前面这个门不能开，一下走。走这边。狗狗，有这个吗？不对。那个小蜜蜂的两个嘛，先回去道具间。这边不用过来了。
声打。现在上楼去找蛇蛇玩。楼梯，三楼，走。哎，这边怎么过去？哦，那边后面。这个门呢？好大的一把枪！出来玩，出来玩，出来玩！子弹。就这样跑掉了。
有什么东西？有没有什么东西？看一下。白酒。是啊，都拿了那么大一把枪，怎么可能不会成功？散弹。这边搜查完了。要回去放东西。放一下。隔壁那一只还没搜查完。两枪，再补你一刀。肚子痛，等一下，先回去拿。这边是二楼，肚子痛。先去庭院好了。没有啊，就先去庭院呐。
先把面具放上去。肚子痛，肚子痛。只能六发。那个蜜蜂到底要用在哪？真是。基本上是想说先带着
应付突发状况吗？下午好。看一下。那个门出不去。Hello，Hello。又只能从二楼出去。那个门啊啊、那个门打不开啊。刚刚那个门打不开，开门的画面不能按掉吗？狂暴僵尸带散弹枪打，哦，解决掉了。我色带忘了收起来。糟糕！喂喂，还不会动。不会动了。这边还有什么东西？散弹枪调查完了，所以外面喽。那边还没调查完，这边还有什么东西？
找到。草药。调查完了，那边结束，有毒气室的那个开关按下去会喷毒气。一楼外面，那边还进不去。电梯的电源没有电源不能启动啊，三楼，掌管三楼。我又忘了把色带收起来。
还差一个硕士。哦，那个，等一下，电源，电梯电源启动不了。就是这，没有这个锁匙不能开门。很扯，啊，真是浪费掉。执着到底。
调查完了，那东西没拿完也不行。另外一个锁匙到底在哪里啊？房间打不开。电梯。怎么有一只？刚刚不是？没有电源。肚子痛，没有电源，电源在哪里？从对面，从对面锁起来的门。怎么过去啊？没有，打死之后他会变狂暴，那更惨，那更麻烦。说尽量能不打就不要打。
又回来这里。剩下的一个锁匙，那拿不到，很那有几个门开不了。那个蜜蜂到底要用什么？有狗狗，有狗狗。这样才是调查完。不能煮。直接煮。去仓库。飞出去了。刚刚不小心多按一发，
风到底要干嘛、啊？真是。又要上路，就是那个锁匙。那个锁匙没有拿到，没办法开门。不能出货，要查完了。这下悲剧了，剩下一把锁匙找不到。然后电梯的电源打不开，没办法动。还有一颗红宝石，那个小蜜蜂到底要干嘛？
这样装上去就好了吗？没有东西，我刚刚之前没发现。啊，之前没发现墙上还有那个。所以是直接放这里就好了嘛，之前都没发现，交换一下就可以。嗯，之前哦，这样就好了，真是。被蜜蜂咬了不会中毒。OK， 有一个六角形的。试试看，应该先走这边能不能用？嗯，不能用，不是用在这里。哦，不是这里。又回到他大厅了，真是。
不可能是这个。对对对。门打不开。等一下，好痛。这边有什么东西吗？
暂停一下。一楼或二楼，现在去二楼毒气室。先去二楼。这个要推了。
真是。嗯，总算动了，真是的。宝石秀，太阳，是假面。都要回去地下室了，最后一个是假面。最后一个是假面，所以不当人类了。最后一个，哦，哇，好险！问题是要怎么出去？这是什么？那是闪电？
保护伞公司。真是的。六角形，所以这个用在那边吗？总之先存档。哦，这边又冲不去。
这整个游戏最麻烦就是绕来绕去，还有开门很花时间。Open. 哦，这是什么？闪电。哦，电池。等一下，那边我们看完了，急救喷雾。这边是离开了，中庭。狗狗。水晶。
需要曲柄吗？硬过不去。